高雄市国乐团附设市民国乐团所带来的家，是不是让各位想起小时候小学的音乐课里面所唱到的这首家呢？歌词呢到现在都还记得，对不对？是不是刚刚在演奏的时候也边回忆一下这个歌词的内容呢？好，那么我们这个国乐团今天安排的这个乐曲哦，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哦。虽然有些作品不常在音乐会里面见到，可是呢是大家从小唱到大的这个作品，所以呢我相信更能够引起现场朋友的共鸣哦。那么我们的附设市民国乐团虽然是业余的这个乐团，可是大家都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平常呢排练的时间也是尽可能的抽空来参与练习，所以呢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安排一系列的这个重奏还有协奏的作品让大家欣赏，来听听看我们这些素人音乐家的精湛技艺。接下来安排的就是双二胡的特徽贵斗，这是由我们黄振的老师重新改编编曲的，那么这几年呢也经常在我们的这个音乐会里面出现哦。好，二胡好手呢非常非常多，那么业余的好手呢也是在民间流传哦，所以难得的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安排的这首《桃花过渡》，我们要欢迎二胡的这个两位好手李湘锦还有徐世飞，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同时也再次欢迎指挥郭哲廷老师，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特徽贵斗》。Thank you.
次谢谢湘锦和世飞。湘锦说，认识国乐学二胡，让他的人生变得非常璀璨亮丽，所以是不是也美美的？再次谢谢他。还有世飞，他是我们这个另一场国乐社的团长哦。其实他们在各个这个业余乐团哦，都身兼要职，然后呢，也参与了很多乐团的这个排练，精彩的双二胡桃花过渡，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的掌声？好，那么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两位呢，其实他们从小就是在我们的高雄的国乐科班里面长大培训出来的，虽然到后来没有去念这个音乐科系，可是呢一直在这个国乐的领域，在他们自己的这个主修的领域呢，还是持续的有在练习，然后呢也是业余演奏家哦。那么在很多的这个业余国乐团里面也是身兼要职，然后呢在音乐会里面你也可以经常看到他们的表演。接下来的这首《黄河水长流》，我们要再次的来回味一下，就是呢小时候他们的这个演出哦，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那之后长大了以后呢，虽然没有在这个领域发展，可是他们在他们的行业里面也是做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安排他们做双笛的演出，徐子浩还有柯凯元。好，我们要听他们的《黄河水长流》，同时也再次掌声欢迎指挥郭哲成老师出场。
是在国乐的大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我相信以后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精湛的演出。再一次谢谢他们，好吗？非常的精彩。好，接下来的《菊花台》呢，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曲子非常非常的熟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哦。那么主唱的大家应该非常熟，昨天刚结婚是吗？好，那么我们把它用改编成演奏的形式，以大提琴还有二胡的对唱方式来呈现哦，让大家来听听看。其实，在国乐团的这个演奏里面哦，流行音乐这个区块哦，也是慢慢加入的元素之一。那我相信呢，也是可以获得大家的共鸣的。这首作品在2007年的时候获得香港的金像奖，它的这个电影最佳原创。哇，这2006好像有入围奥斯卡。那当时呢，是入围是最佳这个电影原创。入围的全世界的作品听说有56部，这是其中一首曲子《菊花台》。那么待会呢，你就可以听听看，这个之前如果说有看过电影的话呢，你可以回想一下那个精彩的画面哦。好，那么我们待会呢就要准备来欢迎二胡陈俊。